Thank you.
这两位大帅哥，确实，谢谢。能看得出来我是那种上班的吗？啊，原本你们是带工作牌是这个设定啊？对啊。哎，你这个什么主题啊？就是有点毛病。刚做了切换，那个你看搞那绑带的那个，今天上面不是，没办法，就这样吧。
哎呦，以后再也不搞那么多男的歌，我发誓，再也不搞那么男的歌了。自己搞自己，这样子。这些啊都很难。你这样觉得还好？你在挑战我。挑战。走了，我爸家人呢？哎呀，这个风格很懂啊，李佳。Yes。照关切与风尘，灯光暗了，道具散了，是否还想看得更明白？停在冷风的木讷，藏着邪恶，潜意识刻。Wiki Girl， 我心的路一直都散发着。You better call me right now。Watch me， you better instantly catch me。我的心。今天是变成人的那个猫咪，好恶心啊！自己说的。他也是，变成猪和羊。我是狗，这个是狗，我是人。他是狗，这个呢？这个他们是我的玩具。啊，他们是你的玩具。专业是精神，对吧？我觉得全部差不多，那一排的时候还是可以近一点。看得出来我是什么猫吗？叮当猫不是吗？哇，厉害！是第一个说出我是哆啦 A 梦。那个对零好好明显啊。你们这小什么风格？我们是清小清新风。小清新风，小清新夏日风。我看着很辣妹啊。那也算吧，差不多。清新的辣。在复盘上一个。怎么样？很美。我说的是王艺。好可爱，王艺，看我。可爱。它那是什么动物？什么？它是什么动物？对，这都不知道，这都不知道。怎么看不懂？搂搂搂搂，是什么动物？啊？什么动物？你认识饼饼？啊？饼饼，迪士尼的饼。看来是直男。这你这个角色是什么？人家我是做饼干的。啊，做饼啊，做饼干。好可爱这套衣服，下次我这个衣服给你穿，谢谢。因为我也没衣服穿。那我去迪士尼的时候能不能见你？哇，我想要，我想要，我想，不行不行，我先吧，我先吧。王艺说先借我的，这个节目了，天哪！走吧，我用我用，娃娃们，加油啊！他们去对动物园，为什么不穿这个？哎呀，这是什么？哦，灰沙。
得是很值得纪念的事情。然后谢谢你们对我的付出，然后。